每日有150个新移民由大陆嚟香港定居，每年嚟成55,000人。过去3年总共嚟咗10几万，呢个数字仲会按年递增。要容纳呢班新移民成为香港嘅生力军，我哋系要付出代价嘅。铿锵集新移民系列连续4个星期为你报道。初期可能会遇到一啲嘅困难，但系唔好记住佢，放低佢，再继续努力过。仔一路都系刘冠霖鼓励我咯。是啊，因为我先生过咗身咯，我细路先得3岁，刘冠霖一路都无论我有咩事呢，我打电话刘冠霖都会应付我咯。其实咧，我就真系冇做过乜嘢嘅，因为咧全部。刘念恩系社联属下社工，佢负责新移民职业辅导。呢项服务成立未够一年，既缺乏资源又缺乏人手，而家只得刘念恩一个人。處理200多个求助個案，其實咧就全部都係大家自己努力咯。因為其實許太幾個月前獲准嚟香港同家人團聚，佢4个仔女早佢年紀嚟咗，因為佢仲要喺大陸等批准，丈夫逼住要辭咗份工，留喺屋企照顧兒女。而家總算一家團聚。但系两夫妇都冇工做，一家六口就靠政府8000几蚊综援金过活。许太3个月前向社工求助，希望揾工做，原因系啲仔女抗拒父母向政府攞救济。许太啊，我系刘姑娘啊，攞紧综合。社工刘念恩觉得呢类新移民家庭一申请综援金就会进退两难。因为制度规定受援助的家庭任何一个成员有工作，政府就会扣除部分综援金。以许太为例，找到4000几蚊工就大约会扣3000几蚊综援金，宽限额得几百蚊，但是今时今日好难找一份得几百蚊的工作。许太为了仔女的自尊心，曾经考虑放弃众援金去找工作，但是又担心仔女没人照顾。见工觉得合适的去做，基本上他都会问翻一般的东西，他就不会说考虑什么东西，又不要你识特别的东西，所以就放松一点，不用紧张。我跟你一起去见的，真的有什么辛苦啊？第二日，许太结果冇出现，佢思前想后，始终唔想贸贸然放弃几千蚊众援。亲，咁多情点啊？系仔你唔知点，系嘛？其实如果佢而家个个大唔大细唔细，系嘛？头脑谂嘢好紧绷噶嘛，而家嘛系嘛？个个仔你咁细个。许太太的丈夫许志明每日一起身就出街，他不想留在家里，被仔女知道自己是无业游民。坦白说，一个人失业就隔离邻舍太少你的，他们的问题也是找工作，也好像逃避了现实，就这样吧，是不是？在家庭那里经常阻止，仔女看到朝見晚晚見面，唔係幾好咁啦。最大嘅問題係揾工作，第二個問題咧就唔俾個仔女啫，成日都話咧老豆咧成日喺屋企坐住。咁咧就有關介紹新移民嘅一啲嘅資料嘅，咁咧歡迎各位。呢類個案其實亦都令到社工進退兩難，唔幫佢哋申請綜援，等於見死不救。申請到啦，劉念恩話好多新移民就會諗住有綜援已經夠食，穩穩定定，提唔起勁揾工做。他实在担心他们刁烂个身，以后难再有心机投身社会。
16岁嘅许运珍几个月前同两个细佬由乡下落嚟香港，社工帮佢揾到份快餐店工作。呢朝早，许运珍正准备翻工，点知因为爸爸一早出咗去，两个细佬跳嚟跳去唔肯翻学。家姐最后只好投降。喂，嗨，有冇系做听过？许大友一家六口，除咗运珍两个仔，仲有两个侄孙跟住佢生活。佢话拖住咁多细路，搵屋搵咗几个月都冇着落，唯有搬入嚟空置嘅林屋做黑户。佢係唔管我咧，咁樣住住先，即係慢慢先揾咯，即係講揾多地方搬咯。我知道呢度係唔合法噶啦，即係得我。許大友一家霸咗林屋兩個單位住，生活就靠種園金。四個小朋友加埋許大友一人1000多元，合共6000多元。佢話佢知道房屋處唔容許任何人非法霸佔空置單位，但係有人教佢搏一搏。林屋清拆，睇出曬字分到公屋。雲珍，今日又嚟啊！雲珍，咦，雲珍喺呢度。哎呀，你好乖啊，喺度學緊。唔係啊，幫我細佬做功課。幫你細佬做功課啊？我以為你自己學。上次咪打電話俾我咧，話揾夜晚黑讀書嘅。係啊，係啊。咁我攞咗啲資料俾你睇，呢個課程咧就15歲以上啦，咁你咪啱咯。去邊度噶？去呢度咧最近嗰間咧就係沙田和斜村。如果你仲係住喺沙田嘅話，因為你而家爸爸揾一搬啊嘛。嗰次叫我去租房啊，我都唔使你講，我都識啦。呢啲政府俾錢我，我梗係去租房，你租唔到，你逼到我都係咁做。我再玩多幾日。其實嚟到呢一步嚟講咧，真正要幫嘅咧係要係佢哋自己幫自己咯。因為適應社會，或者係甚至乎揾一間屋，都係要嗰個當事人自己去親自去做咯。呢日。林屋區職員上門揾佢下逐客令。燃眉之急嗰啲問題咧，就其實已經係解決到7七8八噶啦。政府同你，你反而而家最著急咧，就揾一個比較安定啲嘅竇口，即係家庭。因為你喺依度咧，我哋一定唔會容忍嘅，係視乎係幾耐係請你走嘅啫。喺我哋處方嚟講，呢一類屬於即係非認可嘅居民。咁如果喺我哋發覺有非認可居民喺一個單位嗰度居住咧，我哋當然會勸住佢搬走，亦都係會俾一個合理嘅時間佢揾地方搬走。咁當然喺過程之中，如果我哋發覺即係呢一户居民咧係屬於真正無家可歸，冇一個能力可以自己揾到一個居所咧，我哋係調查過，如果佢符合一個輪候入息嘅限額啦，即係個入息限額啦，同埋喺香港亦都冇住宅物業嘅話咧，可能係基於無家可歸理由咧，係為佢提供一個新界嘅臨屋單位。許大友係香港居民。30多歲翻大陸娶老婆，根本從冇諗過有一日啲屋企人落曬嚟香港之後點樣安置佢哋。過去30多年，佢定時定候寄錢翻大陸，自己一個人喺香港兩袖清風。帶條機渣上嘅上嘅箱。而家太太喺鄉下，幾個仔女跟住佢喺香港。既要照顧三餐，又要頻撲揾屋，冇公開已經幾個月。香港社會冇咁直情嘅，我唔驚嘅。我應該當我唔得，你報最好嘅報警啦，報警搞大啲，
成條村人都係咁講俾我聽啊，租到租到好嘅方便啲嘅，對自己嘅仔女咧讀分學啊、放學都有利嘅。你而家落香港有幾耐啊？嘢咁啊！你算是怎樣？你知不知道我們方家在廣州有頭有面？立正！師傅！你立正！苗翠花今晚七點半。是啊。他這麼大的 A 站來的喔。鍵盤式彈起，畫面咁靚，唔得，過去睇下先。哎呀，哎呦，喂，華文，你走啦，你攞埋佢手先得個。哎，攞住佢唔重啊咩？落嚟俾哥哥睇下。我部 Asus Lenovo 內置 Intel 奔騰處理器，夠鋰電池電池，可以頂成十個鐘，做埋個 report 睇埋出去都冇問題啦。我而家 report 啦。哇，低卡路里嘅阿波羅鮮果甜與樂，零舍健康，邊得飛起啊！在通理琴行，我们有各种不同类型的乐器，配合不同人士的喜好。通理琴行，启发无尽乐趣。香港仔四海鱼蛋，河河只，鸡鸡只，葵葵只，瓜只，卤唔只，唔得，鸡鸡都有只。摸下都唔得。摸咩呀？个仔话我对手鞋湿湿啊！用红威宝啦，支少少落海绵，捽几下，一过水就爽，仲有润肤效能，对手咁靓，摸乜都得啦。红威宝洗碗博士，威宝青苹果玉露 ，pH 5度，温和清洁肌肤而不减水分。嗯，好香啊！佢有植物精华喺清洁同时形成滋润保护层，威宝青苹果玉露。谭小云。选择自主，选择被爱，选择从这一刻开始。谭小环首张 EP 自主，随碟附送 VCD， 现已上市。BMG 选择与你开始。珍宝冷气是第一个拿到政府悭电能源标签。哇，好劲啊！珍宝送大礼，能源标签冷气机的优点是：一，够静够酷；二，悭电。三轻巧小型，估中仲可以得到珍宝冷气机一部，快啲打嚟90003638啦！啊，珍宝冷气。好多年前，我冇办法可以想象香港可以好似而家咁。香港嘅转变令人叹为观止。今日。我哋成为亚太区以及全球嘅主要服务中心，凭住我哋嘅技能、创意、进取精神、专业知识，以及一贯诚实处事嘅态度，令我哋掌握取胜之道。我哋嘅服务业为香港带嚟最庞大嘅经济收益。优质服务，取胜之道。鄭太的丈夫是香港人，四个仔女全部在陸豐出世。在两年多前，她带着二仔落咗嚟香港和丈夫团聚。其余三个仔女，中国政府一路都未批。我而欧房欧房，我唔中意我只啦。几个月前，鄭太俾咗蛇头10000多元安排三个仔女偷渡落嚟，自首之后，人民入境事务处就发一张担保外出证明。俗稱行街紙俾佢哋，兩個星期逐一次期，等候調查同遣返。一等通常可以等幾個月至一年。攞住行街紙嘅小人蛇喺香港唔可以入正式學校讀書，
入境處捉咗幾多次啊？其實留佢哋啱啱嚟咧，到而家。到而家，嗰陣時嚟到依家，我都唔知字。未過年一次，過咗年咧就兩次、三次，呢次可能四次啦。都過幾兩個月啦。其實譬如佢又未有學校讀咧，會唔會？即係你都好似唔係好多嘢都唔係好清楚咁咯，見到好多嘢又唔係幾清楚，好多嘢又好擔心咯。阿紅，荃灣明愛嘅社工，負責照顧新移民。呢項服務已經做咗兩年，接觸過咁多新移民，阿紅覺得最棘手嘅係處理有非法移民嘅新移民家庭。呢半年我哋接觸到成六七個個案咧，主要都喺教處嗰度揾完學校。教處話俾佢聽，冇學校安排咧就落嚟。咁其實你都搞唔清楚，究竟明愛中心係咪有學校有學位揾到俾佢哋啊？定係會唔會有啲咩相關服務俾佢哋咧？落到嚟好多時候，我哋啲同事都要花一段時間去解釋翻適應課程係啲咩一回事，就唔係佢哋諗啦。佢哋以為落到嚟依度咧就有個學位安排到俾佢哋啦。咁其實我見到近呢半年就接觸係多咗嘅，有成七八隻係咁嘅情況轉介俾我哋。嗯，會係咩年紀多？咩年紀啊？乜年紀都有，基本上。即係譬如話細到六七歲有啦，咁有啲十一二歲嘅都有。人民入境事務處調查科依靠鄭和補交三個偷到嚟仔女嘅身份證明文件，佢於是急不翻鄉下攞。啊，做到嘢都有成績，啊，如果做唔到嘅真係慘啊！啊，翻嚟幾日又翻嚟四日嚟回。搞咩啊？佢搞嗰啲細路仔證件咯。公證書。幫佢寫嗰啲公證書，真好忙啊！又已經走去賺責，又走落嚟演嚇，叫佢填嗰張嗰啲大陸嗰啲官理紙啦嚇。但而家諗住點啊？攞到份嘢啦，攞到份嘢佢要求嘛，要求佢寫呢份嘢咪。冇佢廿一號去睇下佢情況點樣，又係繼續續期啊。咁而家打算點啊？依家打算要求香港政府俾佢定居。係咯。就係要求咧，咁多幾個喺一度嘅定居嘛，係嘛？大陸嘅冇咩人，係嘛？梗係希望咧喺度嘅跟我哋父母啊，大家一齊啦。由大陸偷到嚟香港同父母團聚嘅小人蛇，數字有上升嘅趨勢。根據人民入境事務處，去年十一月份向佢哋自首嘅小人蛇只有八十九宗，但係今年三月份就有四百四十二宗。人民入境事務處拒絕接受我哋訪問，佢哋通常點樣處理呢對小人蛇呢？遣返抑或俾佢哋居留權呢？就呢個問題，人民入境事務處只係俾書面答覆。佢哋話調查中嘅小人蛇。可以攞住行街紙喺香港暫時居留，留幾耐就要視乎調查需要嘅時間。根據基本法第二十四條說明，喺香港連續住滿七年嘅中國公民，喺海外所生嘅中國籍子女，九七年七月一號後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嗰啲喺七月一號前偷到嚟嘅，會唔會即使政府到七月一號仲未做完調查，都自動攞到居留權呢？人民入境事務處答覆話：呢個問題係屬於特區政府嘅事務，佢哋不便置評。但係即步即戒政策目前仍然執行。自己鄉下上邊咧，仔女排咗幾耐隊啊？排咗兩年幾多？如果嗰個曬啊，排咗好多年添喎，開放到而家排到而家。佢以前嗰個規定咧，就肯總理兩個。我以前咧申請過，我呢個仲生同埋嗰個細仔就成入咗先。而家連話大跟一個都冇得跟添啊！而家兩大人落咗啊，一個大人落嘅啫。而家鄭太話：佢唔知道點解中國政府先批准佢同第二仔落嚟，又唔批准兩個女同四歲嘅細仔。自己嚟咗香港，三個細路喺鄉下交得俾人湊。鄭太日日牽腸掛肚，最後選擇用屈蛇呢個非法途徑將佢哋偷偷運落嚟，希望博到個居留權。
兩個女因為是非法移民入不到學校，而家唯有去附近的社區中心上補習班。很無奈啊，做到幾多得幾多啦，即係學校不肯收佢哋嘅。一個禮拜可能有五日可以嚟到，每日個半鐘頭補習，對佢哋幫到幾多咧？嚇，咁起碼好過個細路仔喺屋企。佢咧咧？兩姊妹除咗日日下晝翻兩個鐘頭補習班，其餘時間都韞喺屋企，最大娛樂係睇電視。四兄弟姊妹逼喺一間板間房裏面，一係你追我逐，一係大打出手。两夫妇为了方便照顾他们，已经特登一个翻早班，一个翻中班。你咪轻咗几多？生活好难做啊，唔够生活。如果佢唔早去帮手，冇赖嗰阵得人养系更加死。个个月都要俾咧，俾几千蚊人哋养，啊！佢嚟到咧，大家。懷住咧食油啊冇啊，嘛大家空空空碌碌咁解，人生佢希望後代啦，係嘛？啊一代比較一代咧，我哋好似啊上咗年紀先結婚啫，好似我哋兄弟咁樣同我同年嗰年紀，而家做人嘅阿爺啊都做到幾個啊，先啊都四五個五六個，我哋嗰啲啊，我話我聽幾個係我嘅孫啊，差唔多。拜拜。细啊，细佬睇紧住佢啊。郑太未放工，丈夫已经要出门，迫于无奈留低啲仔女喺屋企。拜拜。一家团聚，即使挨都值得。鄭太而家正係擔心佢哋三個嘅居留權。暫時咧，我唔準證件啊，攞到證件就正式個居留權。但係而家證件一路都拖住，都一路都攞唔到。暫時都拖住咯，但係最晚咁想都有一家庭想正式有居留權咧，我就多謝政府咯。许大友仲未找到屋，人民入境事务处答复我哋，郑先生三个仔女嘅居留问题仍然调查当中。许志明夫妇仍然未找到工作，继续依靠种园金过活。97至98财政年度，政府决定增加拨款改善新移民服务，劳工处将动用213万。開辦一間專為新移民而設的就業輔導中心，教育處將動用4億8000萬在兩年內另起9間中學嚟應付新移民的學額需求，另外撥出2100萬資助取錄新移民的學校。解決子女教育問題，新移民覺得急不容緩，他哋話離鄉別井主要為了下一代的前途着想，適齡入學的小移民好多喺大陸連書都未讀過，要幫佢哋追上香港嘅程度，老師要付出更多時間、更多心機。鏗鏘集新移民系列第二集，下星期繼續報導。人要进行投资买卖，必须透过中介人。但系即使本港经纪行备受严格监管，原来食价活动仍然非常普遍。究竟有冇方法杜绝？有人选择银行作中介人，贪佢够信誉。但系你又知唔知？就算透过银行做买卖，一样有缺点。投资本色，听晚7点，翡翠台。苗翠花即。